对，然后现在 Washington 的海参$100一磅，然后但是 Washington 呢，我只有 normal size， 因为这儿的主要期已经结束了，这是剩下的。然后我现在是阿拉斯加的 normal size 是120，北美 size 130，江某150。不可能，我做了4年海参，一路涨上去，从来没见过。